场树林的戏，然后我们两个分别那场戏特别特别难忘，从早上拍到下午。我觉得艳阳挺幽默的，就在现场有时候稍微气氛沉重一点点，然后他一句话大家都能哈哈哈的就笑，搞笑担当。来进来，我的心里插着名。开始准备吃饭。好，这样。我演戏时候也是特别认真，我们两个有感情戏，然后他也会引导我，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演戏就还挺舒服的。芈月他其实是有双面性的，然后一面是很温柔，一面就是杀手的一面。你刚开始会觉得有担心，有就是比较难把控吧。放肆！接一句，我接我一句，我白挨一嘴，就很危险了。我没有真的。然后，但是后来你大家也会带我们，就是你在现场也会告诉我们，就是教我们，给我们带入。对，打架那个东西，真打一遍。高一出去，大灯屏，我记得我拉倒，特别有耐心。在现场有的时候像就等于有时候状态稍微出来一点点，就状态不对的时候，他都会引导我们，然后也会学到很多。